号号是咱们一个 coser 的小姐姐的号，40级的草神，63级的祭礼残章，拿的两身灵敏的天赋111，那个强度有些过分了。八重神子武器天空之卷，圣遗物两只一加两流浪，天赋368，那个强的有点过分了。芭芭拉武器讨论祭坛，圣遗物是少女，9级一技能11级大招，这芭芭拉强的也有一些过分了。70级的半夜武器祭礼剑，圣遗物没有怎么强化的四风炮，天赋145，305的精粹，这个半夜强的也有点过分。胶武器和不冤，圣遗物带的两风炮加两尘沙，三命值13/10的天赋，这个肖强的也有点过分了。大唐就是地里的充电宝，白金车12级的天赋，降灵11级大招，雷神武器拿的祭草，遗物是追援，三命6/9/13的天赋的雷神，这个已经强出天际了，兄弟。牛逼！肖12。曼特再给一伤害一般，下半场可能会有点压力啊，有点悬。这层看看伤害啊，来扫健康吧，一大招，哇，可以去金钱的力量，只要花钱就有伤害，不管他什么毕业不毕业的，有钱就行。这个草神不能战场，草神没血，拜拜，死吧。顺路攒一下冲，再给一沙场一烧一，20000多血，芭芭拉卡无敌阵，别动。芭芭拉回个血，快给大吧，再不给过不去了，没办法，这杠三够呛了，我都没攒充能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来，给一，给蹲，命妖奴，来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三，也不算满，满我看有点够呛，把芭芭拉去了，带八重的话应该是能满，八重上来就过，他八重还是有点练的，没奶慢慢磨，12-2不太好过。放奶这个太危险了，存活率有点低，他也没别的队能打了，就这一队了。我12-2能过去，起码过不去，试一下吧。我只要在12-2攒好充能，不满最好，满不了我很别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类似于强迫症，慢慢磨，不着急，快死吧你！啊，还可以这样，这他妈也可以啊！我靠，一个大招就能把我的盾给我盖没了，你可以的，充能攒一下。那不放大招了，没多少血了。慢慢打，不着急，不能触碰一下我的草神，碰一下就嘎，我草神已经没血了。哎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小心一点吧，别太浪，所以心态就有点炸了。我一下草，赶紧切人，有机动过，我靠，太阴险了，不能中，中一下就没。来狙，我操，我的妈呀，中一下就没，这玩意儿伤害太高了。现在我们就基本就是保持什么无伤过，大点的伤害我们不能打，就得保证无伤，别浪就行了，就慢慢磨他也是怎么过的。拿一打扫健康码给大招，别落脚，别秒，赶紧切人，我现在秒摁，我真怕死了。卡无敌针，再卡无敌针，没卡好，我操，死了，就差这么一点，难受。其实我循环好了，我都死不了，就赶上这大胖子打了我一下，太贪了，这把不贪了，我就想上12-3看一眼，就这么难吗？我看看伤害够不够，就这么难吗？要不我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拜拜，上半场打得挺快的，不打了，我八重我耗死你行吗？我不跟你近身了，哥，我八重都捉迷藏了，别追了，没见过美女啊，草神我都不敢放异了，我都被你逼成这样了，我靠，各种躲技能啊，骗他，骗他，骗他，还闪电五连鞭，你给我死去！我终于过去了，我太难了，能不能过？看这一下了啊，卡无敌针，无能，无用。无所事事，无骨鸡爪，无可厚非，无油传媒，单车给他，消，信，不着急，千里给他，好，提了，哎，给大招，来一，二，给大招，打下他来，来一，二，三，给他，去，雷神给一开大，爆，满了，必满好吧，一，二，三，开斩。大招，再见，拿下，满星，完美。